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曾一心，然后来自台中女中。未来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机械相关的工程师。你为什么会想成为工程师呢？因为家人有关系吗？为什么你要选机械？当初我那么努力栽培你，就是要你回来接我诊所。你现在你跟我说你要跑去做黑手，你要我怎么跟你妈交代？你解释清楚。你又知道机械，他又不是只有黑手可以当。你每天都只想我接你的诊所，你有想过我要的是什么吗？不管你怎么反对，我今天就是要往机械发展，我不会再征求你的意见。随便。OK， 那既然大家都介绍完毕了，那换我来跟大家介绍机械系现在有什么可以利用的资源，像是创世机器人社，对机器人或是对程式设计有兴趣的同学，你们可以参加这个社团，他们很常办校内或是校外参加校外比赛，那有兴趣的人可以赶快参加，或者是我们系上有很多技能的认证班，例如车床、铣床、森林猎鹰，或者是雷射切割，那去报名完了之后。你以后在做专题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方便，然后很好用。哦，那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下课吧。你不觉得刚才刚讲的那些活动啊，很社团？对啊，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去看看。好啊，那你要去在一起找我。好啊。我也要回家哎、啊，那你嘞？我没有吧，应该下一次。那我们一起打车。好，拜拜。难道你这么不信任你女儿吗？为什么还要帮我准备这些东西？你听爸说，爸也是希望你有个好学历，等你毕业之后，爸的诊所给你接，爸就可以退休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你还是没有变呢、啊，你口口声声说为我好，可是你有想过我要的是什么吗？读机械出来又不是只能当黑手。你不进工厂当黑手，你还可以做什么？你说说看啊。我是不会转学的，我已经选择了机械这条路，那就会证明给你看。Thank you.
好紧张哦，不知道老师等一下问什么问题。哦，你一定都没准备，都靠队友而已呀、啊，白痴哦，哪有？哎，曾一心，你在想什么？你该不会在紧张吧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在想等一下要怎么讲。曾一心，大概该你了，帮我准备一下。对不起，爸爸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。其实我觉得是我对机械系有太深刻的刻板印象。未来好好加油，我的乖女儿。那你的诊所怎么办？我的诊所其实最近这几年生意都没有很好，所以我在想，等你有稳定的工作之后，我要把它收掉。没事没事，我的乖女儿，我想你以后一定是很棒的工程师。